Blue Remaster 的消息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啦。这是有别以往的 Boss 重置，新增了全新的 Boss 挑战赛，时间是9月11到9月22。入门组 Solo 普通或困难模式的食物，但是练习模式不算。攻略组 Solo 极限食物一样，练习模式不算，而且过程不能使用天上。为了证明这件事情，必须将全程录影上传至 YouTube。是在帮我想题材吗？填写表单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，表单我放在下面链接。奖励是附有底座大概20公分高的史物立牌。然后橘子说不能找代打，所以各位同学请赶紧练习，加油同关啦！要求影片不能剪辑，所以等等我来交作业了。早知道就关视讯了，不然操作跟颜值都一样丑。没有，这个没什么好吵的。但你们觉得是多少就觉得是多少，真的是要有人买啊！现在市场萎缩的情况，干、啊、我武功无人。市场萎缩的情况，开那么高价格，还有没有人买就不知道了。那最有钱的那个玩家，你们如果打到，就去问他多少要收吗？最有钱的那个都在那里，你就去问他，哎、欸，老哥，我打到的话，你多少要愿意收嘛？他最有钱的出价，如果都出到没那么高，那你奢望其他人收比较高，那就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这个价格。下面包酒，那好像没买东西嘛？是。好像有一个盗贼的心脏跟一个口红。欸，真的欸，鹿儿会有时候挡不到欸。有人打到了，我知道啊。是子晴打到了吗？我没有打算要收啊，我看起来像收得起那个东西吗？哈哈，我没有打算要收，不用跟我讲，谢谢。这几趴、啊，这个1跟5%，这好像不用刻意闪，1跟5%。我有点强啦，不跑诶、哎，我有时候绑到，有时候绑不到。傲天怪怪0.005，啊，你都抽的几率哦。
久一点，我要拖时间。久一点，慢慢来。久一点。哎呦！要赢我！飞弹不用闪了，那个射那个也可以吃。这个火球我不敢吃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几趴哎、欸。还要开五点。干你大叔！靠腰，我跑走了。不要啊！哎，刚没死就过了、欸。第一颗心脏已经出货了，开始掉价。要不要当一下无耻之徒？30%，那也还好吧，锁那个大条就好了。
老哥，不要啦！看他有点不受控。有人受控吗？Yes， 无天上过了，无天上过了，打第四场的过了。等一下来上传一下影片，可以投稿了。无天上过了，全程无天上。兄弟们，掉心脏怎么说？掉心脏，原来是发100个红包，一个100块，可以吧？现金掉心脏，发100个红包，一个100块。YT 100个，退取100个，抽2万，发2万送钱。OK。YT 1万，退取1万，各100个，都不用抢。可以吧？有掉的话啦。没掉就算了。没掉不然嘞。看好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有收藏吗？我看一下。怪物收集家，失控的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没有哎、欸，换一下。没有，这个有收藏，可是我没有啊。很快就 T 尾丢啦。还是只抽不送。哎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 ，no， 我不要这个，错了，错了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，为什么掉错了？我不要这个，还有口红、机器人、全面控制核心，为什么我是这一个？欸、这有成就哎、欸！我不要这个，什么狗大便？很像，很像，我不要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要这个。